审的话，就先破防，先让嫌疑人破防，然后才能够正常的去询问。哇！老师，刚才那下手疼吗？疼，可疼了。关键是给开颜吓一激灵。就前两面吓的那个嫌疑人没吓着，我吓一下，差点掉凳了。我吓得我就后来就时刻准备着，他要拍了，他要拍了，他要拍了。程序员掉凳可还行，变成喜剧了。真没听过，这种东西还是你问我吗？高抬我呀，还是高抬我，还是高抬我？这样问题你也问我？几斤嘛？马啊！一二三，三斤。你听出来了？你怎么听出来的？我聪明呗。我信你个鬼！啊，几匹马呗？就是几匹马。哎，你看啊啊，你听这个。节奏韵律，咱们这都是胡说，真的是韵律。你主要是这个声音的韵律。一共几匹马？两匹马。五匹。韵律呀，再感受一把。我不敢。这就一匹吗？没有。干什么？没有。拍手吗？怎么？要是就拿这游戏，就跟50岁以上的老演员玩娱乐比较多，还得找50岁以上玩才艺，50岁以上玩窝上去，还是跟他们玩。你告啊，他要说什么？他就想出去散散散散心。啪一个嘴巴子，散散心，怎么？就是要下班。啪又一个，怎么下班？你还这不到点儿啊？你也说。似曾相识啊，这个也是这个位置。我跟你说，他找着规律了。一个是用语言，一个用行动。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。我就是给你整个行动的高的高人，节奏稍微快一点啊！我那站着都快睡着了啊！我一会儿还要拉你，节奏慢。我跟你说，我叫你站死。我还要放慢，我整死你！所以我为了责任，不怕艰苦，不怕委屈，不怕牺牲的徒弟，没有自己就把自己的情绪放到警察职责之上的混账徒弟，没有！哎呀，这会节奏快吗？哎呀，刚才我都吓一激灵，你知道吗？